东西很奇怪的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一个东西。什么是结界？只要有灵的地方，有巫师有法的地方，就是会有结界。我们巫师呢会下法，巫师他们的地盘，我们在修法人就可能会看见这个地盘是我的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跟你讲你不要进去你就不要进去。那如果像我们是巫师的话，我们跟那个灵体的巫师我们会讲，哎，谈话一下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寄生满堂的杜眼龙兽，我是你们白巫师伊人人，我是你们的师父Simon。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非常大家想要看的东西，就是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哦，很像有时候可能探灵或者去探险，或者是你去徒步旅行，或者是去那种森林啊山啊，或者是那种海边啊之类，只要是天然的地方哈，你就感觉到哦，这么很像啊，我明明已经来过这个地方100次，但是很像又这一次来到很像很奇怪，对对不对？或者是可能甚至上你去了那个地方啊，你回来的时候你梦回那个地方，但是那个地方哦又不像那个地方，或者是哦你有没有在梦境里面梦到你自己在你的家，但是你的家又很奇怪，又看到一些跟你的家没有关系的东西，或者是你的家里的这个家具是这样的摆，但是其实哦，真正真实生活上不是这样子摆的，对，有没有？有，这个东西很奇怪的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讲什么是结界。那这个结界呢，在巫师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因为呢这个结界呢就是帮我们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地方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巫师呢会下法 ，OK， 这个结界是怎么做的呢？就是要用这些法 ，OK， 这些法去做。那你做了这些法了过后呢，就会设一个结界出来。那这个结界呢，就是会可能你的结界你要看哦，你要保护什么东西，或者是你要拿来做什么的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结界呢，可能我们就讲我们的 Evil Eye Series 就好了，就是我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嘛，就是这个 Evil Eye Series 嘛，就是专门给大家可以在家里设结界。那到底什么是结界呢？这个结界呢，就是设了，你们就可以保护你们的地盘 ，OK？ 因为呢，很多很多人呢、啊，很喜欢入侵去别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就可能今天这个人跟你没有关系了，你跟他只是合作关系这样子，突然间他就是要诅咒你，然后诅咒到你整个就是很累就对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就那种莫名其妙的 ，OK。所以呢，巫师里面呢，灵界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叫结界，这个结界呢，就是来保护自己的。那我们先不要讲人方面，我们来讲这些灵体、精灵方面，这样子你们会比较明白。那像比如说我们在森林里面嘛，森林里面有很多呢，就很多树精嘛、妖嘛，有很多这些精灵嘛，对不对？那海边就有什么？有很多这些siren 嘛 ，OK， 还有很多这些不一样的灵体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还有就是可能山里面有山神啊、山灵啊、山精鬼魅嘛，对不 对？很多很多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些呢，就是他们的地盘 ，OK。所以呢，这个结界哈、哦，不管是在哪里都会有一个结界，只要有灵的地方。有巫师有法的地方就是会有灵界，就是会有灵界，不是，就是会有结界。对，那这个结界呢，就是大家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一个东西，它就像一层东西这样子，你是看不见的。但是那种有法的、有修行，像我白巫师以前转或者三方师傅这种有法的，我们在修法人就可能会看见，那也要看你的修为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结界哈、哦，就是他们这些灵啊，他们在他们的地方，他不要你入侵进去。所以我有看到哎，新闻上面啊，有一个人啊，他可能在那一个地方，在这个山里面一直去，一直去，一直去，都没有事情。但是突然间他就是失踪，然后也找不到地方，对，找不到身体。所以就是讲被带进那个结界了，然后那个结界呢，可能啊，他的结界啊，他被拉进去啊，他那个 body 就在你的前面，但是人是看不见的，对，因为他把他蒙掉，他们全部看不见。对不对？所以很多啊，可能那种警察啊，他们要找 body 或者是什么家属要找 body， 不懂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对。或者是要招魂那种海边的冲走啊，找不到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就是已经带进那个结界了。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啊，可能他们找不到啊，警察他们找不到，然后可能会找我们，哎，去帮我们找这个 body 什么的，去找师傅去招那个魂回来，然后就过不久就找到了，就是因为这个结界的东西。对。现在这个结界的东西有好跟不好的，那如果你是做坏事，你当然是对你不好，但是如果你是做好事就没事了 ，OK？ 因为呢，其实这个结界的话呢，可能就是可能你们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有猫翻到。因为这个结界啊，灵体他们会很像觉得这个地
这个地盘是我的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来这里捣乱干什么？做什么？这样子，虽然可能他只是一些会给你一些教训嘛，那些灵体在外面，他的结界外面有一些可能 bodyguard 看到哎这个人的出现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些颜色看看这样子。对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被拉进去的结界，你就是白白了的，就是很辛苦这样子。所以的话呢，这个结界哈、哦，他们要保护呢，就通常是在哪里？就是可能精灵。所以你们看啊，在森林里面哦，你们看到那种天然的东西有没有？像树藤啊，或者是那些树啊，他们长得很特别的。就是像一个拱门啊，一个门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讲，哎，这是一个结界，这个是他们的门，你们不要去跨过或者不要踏到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或者是甚至是说呢，他们可能就是巫师 ，OK， 巫师灵，他们在那边修行，他们保护他们这个地方这样子，就是他们设的结界，所以他跟你讲，你不要进去，你就不要进去。那如果像我们是巫师的话，我们跟那个灵体的巫师，我们会讲嘛，哎，谈话一下，跟他讲，哎，对对对 ，OK， 这样子我们就不进。但是呢，如果还是人家要。硬要进去哦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啊，你就知道会很不愉快要发生了。然后通常那巫师就觉得，哎，你不要这样搞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结界哦，要有法的才能够做。所以的话哦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些可能你们讲巫师灵啊，或者是这些精啊、妖啊之类啊、魔啊之类，他们全部都是有修行，可能修行比你跟我都高哎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是灵体，他们。的身体已经没有了，他们的灵体还在修行，可能他已经修了一千年、一万年，谁知道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在那边几千年、几万年，他的那个结界，你觉得你要破就能破吗？所以很多啊，现在修行人一来，他们觉得，哎，我很厉害，我就要灭掉他，我就要灭掉他。我跟你讲，你一进他的结界啊，还不懂是谁灭谁先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才问师傅，因为你很常去跟这些很像警察啊，或者是那种去森林那种啊，去帮人家开这些路，然后让大家去很像在森林里面可能做农场啊之类。我知道你很多这些故事跟这些结界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啊？关于到这个结界方面，因为这个结界哈、哦。是在我们巫师里面很重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方面会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概念。其实呢，这个结界的东西呢，对，只要我有去到一些个案在外面的啦，对，通常都会遇到的。嗯，不管它是在森林，首先我们说了，结界会在哪里有？对 ，OK， 在大自然的地方都会有的。对，不管是在森林。在山上，在山洞里面，在而且它也分派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这个森林整个很大，它可能这一 part 是这个的，这一 part 是那个的，这个是这个，这个那个这样子。所以不管在哪里，在海边上，在天空上都会有。对。然后呢，结界有两个用处。对。一就是保护。对。二就是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没有补充到，没有补充到，对。对对，所以这两个姐姐就是这两个作用。然后通常我去森林啦，嗯，我跟你们说一个故事，就是我有进一个森林，要用八个钟进去跟出来，嗯，为了去弄一棵树，对，因为有一个灵就在里面啊。然后砍掉的。对，当我走到里面差不多两个钟的时候，我就进入到了姐姐了。对。然后我身边的人呢，跟我一起进去，他们的佛牌就掉下来。哦，全部掉了。因为他们知道的，那些土著人带我们路的，他们知道的。对，所以他一进到他的佛台掉下来，然后又另外一个佛台掉了又不见。对、啊、那些土著人就说，哎，都好乱讲话了哦。嗯，进到了，说其实我是看得到了，我知道进到哪里了。对，然后那个姐姐呢，其实她是要保护她的地方。对，不要给人家入侵嘛。只要人家进去到她姐姐，你就等于好像在迷宫里面了。对，因为猫翻到它，它就蒙你的脸，它就蒙你的脸，你不懂怎么进怎么出，啊，对吗？所以，然后你进到它姐姐有很多声音哦，对对对，然后会弄到你乱，所以很多人进到姐姐，所以心要够定，你知道吗？要很定的，心定要很重要。对，所以很多人进到姐姐出不来啊，或者进到姐姐失踪啊，对，或者进到姐姐突然间发疯，对对，哎，真的真的真的有些发疯了，对，发疯进到出来不一样的人，对，啊，都有的。所以其实这种姐姐呢是蛮危险一下的，因为这个姐姐她可能会在树上，对，可能会在石头里面，对，可能会在泥土上，你都看不见，你看不见的，啊，普通人看不见，那种修行人有这种眼睛啦，不一定说你有阴阳眼或者天眼看得见，其实会去啊。受这个结界的灵啊，他们是很高的这样子，就是你要有一些 training 去看，对 ，OK， 不是说你要不是
不是讲去看了，就是讲来你、嗯、就比如说我们呐、啊，我们去到森林，我们是先跟他们做朋友的，所以我们的所谓朋友啊，不是说人的朋友，是灵界那些修行的朋友，因为我们看得见嘛，所以我们会先跟他们打好招呼，哎，我们今天来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来？之类，先跟他做朋友，不是一来到，哎，我要打你啊，我要这个那个，哎呦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懂了，我跟你们讲，不要不要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样子是你自己找自己的麻烦，因为本来啊，可能你不需要去做到这些东西，但是因为你冒犯到了，你变成啊，你要很伤元气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东西，所以刚才想问师傅，你刚才讲了，就是去别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刚才忘记补充，因为什么？巫师其实啊，我们设这些结界啊，我们可以通过，那我就不要讲什么东西了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东西啊，在我们前面，我们施了一些法了过后啊，我们可以进入到其他人的地方。这个就是、然后去看他的东西，这个就是下一集另外一集想讲的。对，这个比较、哦、那个一点，就是比较所以姐姐呢，其实它的功能呢、啊，对，不只是保护，对，然后也给你去到别地方，其实它有很多功能。对，对，嗯、这个是最基本的，真的啊，对，因为结界这个东西啊是非常非常的很深奥了，然后就是修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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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然后而且我跟你们说啊，如果你的心不够定啊，或者是你可能修行不够高的话，你不能够进结界，因为呢，如果你尝试进去人家结界，你可能会被人家拉掉了。所以呢，你如果、啊、后台不够硬，像我们这样子，我们后台有很多神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后台够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帮助我们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讲啊，你们后台不够硬啊，你自己以为自己厉害啊，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你是。差不多啊，十个进去九个出来就是有问题。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姐姐呢，对，她不是大自然的，对，她是在大自然，但是她是动物类，对，帮忙去做这个姐姐。对对，鸟叫啊，猴叫啊，啊对对对，灵兽、对，那个蚂蚁啊或者虫类啊，他们会帮助一起做这一个姐姐出来的。对，所以你们看到啊，有时候啊，在大自然，你不懂为什么啊，可能那个蚂蚁走路啊，它就是会走成一个图案啊之类的，然后给你看一些东西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啊，那我们像突然间，你懂那个之前那种三门师傅那个做八卦的人啊，发现八卦人也是在那个石头上面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差不多这样子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很多多千变万化了，反正因为呢都是不同的灵的法的。所以啊，你们如果是讲啊，所以我为什么保佑师以前转会跟大家讲啊，你们修行你要很小心，先修好自己先，因为呢，如果你没有修好自己的话，你自己不够定的话，你很容易就是被拉掉啊之类，因为很危险，灵界哦是一个地方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呢每一天每一分钟啊，它都有这个叫 spiritual attack 的东西，就是呢黑跟白一直每一天在斗，每一天在打，因果业障跟这个福报功德就每一天都在打，每一天都在打，每一分钟每一秒。所以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讲呢，如果你心不够定的话，你一进去啊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啊，就是很辛苦的，然后很危险、嗯。然后我还要说了，对，姐姐，对，不一定是隐身的，对，知道吗？对，不一定是隐身的。有些人讲啊，我看到姐姐了，看不到。其实不是每个姐姐是隐身的，对，很多很多姐姐是你看得到的，但是你不知道她是姐姐的。对，他就是给你看到，但是你就像比如说他摆一个东西在那边，所以他跟你讲啊，你们有听过吗？很多师傅讲，哎，你不要动那个东西啊，哎，你不要动那个东西啊，哎，这个不可以动啊，哎，你动了你就知道了。你有没有发现到？因为呢，其实这个东西可能它是一个 teddy bear 在那边，对，但是呢，他的姐姐在那边你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要所以你啊，你要知道一个姐姐很简单，你去庙你就看到了，对，他摆出来很多的，对，庙很多姐姐，庙是最多姐姐了啊。我们就不要讲在哪里了OK， 所以呢这个结界啊，不管是在什么法门啊，不管是道教法门法教，或者是我们西方的巫师派啊之类啊，很多很多了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千变万化，只是看那个师傅的法跟这个灵的法是有什么不同的这样子。所以的话呢，这个就是结界，也是大家很多人会问老师什么是结界，什么是结界，什么是结界。那大家应该很多是不明白。那结界的话，下次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带大家去看到结界的话，然后我们跟大家做朋友，就是跟灵界的大家做了朋友过后，看能不能够分享，我们才可以。因为有些东西啊，如果我们分享会害自己，所以不可以，我们要去
做朋友先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，我们就拍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在我们修行的时候，所以的话呢，大家，我们今天的影片也到这里了。所以这个结界又恐怖又好玩又可怕又要小心就对了。所以大家你们不要以为哦，灵界就是灵界，你们一来到哦。冒犯他，哎，一来到我要灭掉他，哎呦，一来到那个手这样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这样子一下要灭掉这个妖精，你灭不掉他，先灭掉你，他这样子就可以灭掉你了，但是你还要这样子这样子，然后可能他还会骗你，对，很危险的，真的很危险。OK， 所以大家不要在那边做那种傻事。他们师傅有什么要补充吗？其实我看到很多人他做很多傻事的。okay? 我想起来我都觉得很好笑。对，有时候是真的这样。你想一下，那些灵来做的这姐姐修了比你还要老久，还要久。对，你一招都可以灭掉他吗？不能。OK， 我是没有本事了。对，就算我们后台很硬啊，我们的老板这样子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们说一个真相啦。OK， 一个真相，以我们修行跟这么多神明去合作，就一起我们的法。你像比如说济公啊、太子也好，西方的也好，全部啦，还有包括阴神都好了，这些神明啊。他不会要你去破人家东西或者去灭人家，他会讲 OK 做朋友这样子，不是你不要犯到我犯到他，不是说、啊、我是神明我会打，没有的，如果是你的人自己要去打，神不会帮你的。所以啊，这个东西真的很危险了。所以的话就是这个影片就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，尊重就这样了。 对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，给大家大概明白，也就是要推倡，就是提倡大家不要一直做那种神经病的事情，去自己找麻烦，不要去冒犯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影片也到这里啦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在下面留言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还有想法，还有你还有什么想要看的影片吗？记得在下面留言，那我们都会看。记得要 follow 我们两个人的 IG， 还有我们的贵人同说的官方 IG。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 Facebook page， 因为我们会时不时的放玄学内容给大家更多的智慧、还有我们的直播互动哦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我们每天晚上记什么？对龙兽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，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哦。拜拜。